谢谢远吉。全军出击。100万对于人家来说零花钱，没跟你说吗？这游戏能卖。划了，划了，你就亏，你也亏不了多少。当然，我不是提倡你们拿去买去啊，反正也买不起，拉倒。俺们直播间如果要是能买得起的话，现在福星挑战五星应该是过了。都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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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滑了！我靠！你是真不怕死，我抠死你！这寒冰是个什么玩意儿了？辅助吗？这是不是上马的塞纳呀？折磨我！哎呀，我出错装备了！我这怎么蓝这么不够用呢？我给出错装备了。分女儿怎么打梦眼？技能打不着，怎么打不着？那分女儿，我冲她，她不直接放 R 给我吹飞了吗？塔又挡不了。黄子，抠一下，不挺恶心的吗？恐惧。平 A， 平 A， 抽一下，麻烦的哟。回血，没完了是吧？折磨我，啊，折磨我。我不用你折磨我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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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抠你一下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我得回头抠你一下。挺烦人呢，这玩意儿没有突进是真令人难受。你不补刀吗？你就十个刀就硬混啊，生混。这里头有眼儿，这疼啊！但是他没有蓝了，
你干啥呀？啥意思啊？你有蓝吗？没蓝你搁那干啥呢？分女上单，是啊，分女上单，折磨人，折磨我，补了15个刀。一会儿分女就挨骂，你看着呢，没啥挨骂，因为马上 ADC 要一直死了。厕所回城。我也来把分女上单，分女上单靠队友不好赢啊。你说我直接飞他的话，他能给我吹飞不？这是不是打不了？我们来测试一下啊，看看到底能不能打。我直接飞他，不吹我，别着急啊！哎，这扣没中，还好我技高一筹。干啥呢？你是那个噩梦吗？我才是你的噩梦。这波可以闪现杀他，你先划了一下。打字儿呢？你跟我对线，你还有空打字儿呢？啊，你跟我对线，你还有空打字儿呢？我把你分给你揪了，头发给你拽了，分女儿。位移，我打个蓝 buff， 打个蓝 buff 肯定是不够的，俺们再打个蛤蟆啊！他干啥来了？还上线儿啊！假装走一手啊，等着他。他怎么不上线儿了呀？
身就一个兵也不补，就硬躺啊！哎呦我操！上路的资源给你都白给了，回家了。哎，我可以来波中尝试一手。阿卡丽刚把 E 交了，光明消失了。小黄毛在下路。嗯，飞一波的。干的来，黑吧！工具打杀，人头拿下，寒冰给我扛的可以啊。看能不能直接拆了，喷巨人怎么还跑下路来了？既然你喜欢跑下路，我就回去了。怎么你变辅助了？谁动啊？我感受到你们的恐惧了。以前工资装能用的时候，应该他出工资装。他如果这样玩的话，先把一血塔拿了，有点无敌了啊！随便打。小黄包敢飞我脸，我先去打个蛤蟆。现在这喷卷一点伤害没有，我们都不用理他。再见，溜了。轮到我了，不敢飞了，旁边是黄子儿，没法飞了。我看见黄子儿了。这蓝 buff 打了，你为啥要打个跳弹呢，兄弟呀、啊？
我们把峡谷打了，这波直接上高地啊。那分女要回来守着，不管他。先插个针眼啊，然后我们直接试试能不能上高地。不要上，不要上，算了。咋了？你是以为我不敢杀你是吧？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我不是不敢杀你，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三滴血，峡谷先锋，再给我撞一头。你觉得我理你吗？我操！我怎么死的？谢谢这 devil， 我怎么死的？我是怎么死的？这防御塔有点意思啊！关键是他们吧。有两座防御塔，有点多了。这防御塔，现在我们还差个谁没杀过？皇子没杀过，我们还可以杀一个德玛西亚皇子。那分女的超级兵都打不过，现在我们就给他们家放一路都行。找机会杀一把皇子。出右装，你这种就直接就不用管他，就塔下就拆塔。没事，没有人，直接推中，你们推中我推下，阿卡丽在上，怎么推怎么推得下来，推中吗？干啥呢？这都能射歪了，不管你们了，我去中路了。这你不上当了吗？这
先把这阿卡丽给杀了。黄纸好像也可以吧。哎呀！小黄毛到时候好的有点快呀。给我突突他。你要跟小黄毛打 poke 呀，你追他呀，你有盾弓。咋的了？公屏咋还吵起来了呢？啊！把亲人当玩笑，不封你封谁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来，我给你评评理来。我的公平公正。咋回事啊？不知道啊，谁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？要用放大镜看我 JJ 呀，他又看不见。抠你一下。是不是过分了？不杀一回不行了是吧？没完没了了。我说的看不见是因为我不会脱了裤子让他看的。1800，等一会儿啊。先把这小黄毛杀了吧，本来我想杀塞纳的。真飞呀。要我说就别飞了，算了。还差件什么装备呢？现在差一个九头蛇，或者是赛瑞尔达，来个九头蛇吧，来个九头蛇。再杀一个，再杀一个，不随便杀吗？主要是怕他们投降，别的倒不怕。可以。抽一下，
在梦魇这种的，这是剩一个是必杀，想杀谁杀谁，杀人的主动权在我身上。猜个下路吧。你干啥呀？完了，没蓝了，没烂了。这梦魇的英雄蓝是真废，真废蓝呢，他就700点蓝，我放5个 Q 就没了。出西兰刀，西兰刀也个屁用，啊，好像有用。那来个西兰刀啊，来个西兰刀吧，捡捡西地。先去打个红的，塞纳搁哪放大招？上边皇子给我们杀了，是不是？那皇子是不是以为自己挺肉的？我跟你会一会来，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挺肉的啊？我靠，还有这种东西呢！阴山，我靠，狂风之力攀山，狂风 OOO， 哎，可以呀、啊！我下边来一个。狂风 OOO 这样的不用闪现了，来吧，还有爪子，爪子不行，爪子是别人得在你面前你才能穿，狂风别人不在面前你也能穿，这是不一样的啊！我把这分女杀了，还剩最后一路，把最后一路拆了吧。还剩一个主基地，快快快！嘿吧！我的大招时间比塞纳复活时间短，我还得等他10秒。
我来，黑吧！哎，老婆。我们来一把 OOO。顺便给大家来个火力全开的抽奖啊。